日，哈文分享与女儿和友人聚餐合影，并配文：过了腊八就是年。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八，哈文在微博晒出同女儿和友人聚餐的合影。照片中，哈文双手叠放在一起，端庄温婉，身旁的女儿法图麦长发飘逸，对着镜头露出微笑。哈文配文：过了腊八就是年。前一天，哈文也晒出与法图麦前一天，哈文也晒出与法图麦共度元旦的照片，还在微博许下